格斗皇帝何池被打得还不了手。我们来欣赏两场何池打晴空的对局。哎呦，开局不错，直跳之后躲波，然后大葵花开过来，三两下被反压，刚好乱动偷下盘，葵花电招。啊哈，可以，这个圣龙解的还行的啊。哦呀，这葵花无脑砸过来，没办法，很容易，别乱动，凹一下再继续跳压，落地抢消风，好，百合再勾过来，漂亮。这些套路其实都是很常见的套路啊，老二玩的一少的话，估计都忘招了啊，招记不住了。刚跑抓吗？哎，跳抓来。啊哈，第三个跳攻击之后啊，不能抢啊，要么你就升龙，要么你就乖乖防，但是你防的话又怕吃小风，他这波是乱动吃小风。好，大门上来，可以哈、啊，站 A 虚晃之后马上预判对手的跳，然后头上佛之后，哦哟，这抓逮住机会先干掉你再说，无敌波没有。好，跳起又乱动，什么东西、啊、这个波好像发的，哎呀，刚刚好啊，什么东西啊，好像发早了，怎么还无敌波了呢？好，这一下呢和老二呢是上了一个单神器哈，和老二不知道在干嘛呢、啊、打这个晴空输了好多分，上三神器试一试。好，跳袭过来，继续飞柱词，好，延迟柱词贴 A 过来，耶、yeah, 又中了一次跳袭的复合指定抓，变招很多，我也又是跳袭的虚晃战 B， 然后再刚，这八神真的是套路玩得很熟练呢、啊、哈。他这个下臂应该是想带萧峰的。好，萧峰之后，哦呀，四连，好，晕掉了呀，刚好啊。这么轻松吗？二哥是不是打牌手没洗干净啊？那牌气不太好啊，手气也不好啊。你再葵花人家就刚犀利了，所以说有时候该收招得收招。我去，这开大葵花过来偷下盘，抢的还不错，跳吸继续葵花。好，重拳来一波犀利摩利多。好，跳吸又乱动、嗯、厉害了哈。好，关注修修不会走掉。